现在我们在上高地的大正池，好安静，好宁静哦，而且还有山岚，好漂亮，非常的漂亮，真的是神的国度啊。这入镜头了 ，say hello，say hello。现在早上只有4到5个游客而已，非常的漂亮。而且今天虽然是阴天，可是山岚变得非常的漂亮。